新来的室友每天炫富，还当着我爸的面趾高气扬。这条项链我爸给我买的，一百万。这双鞋全球限量。我爸是融创董事长。叔叔，您在哪个工地上班？我爸喝了口茶，淡淡的回他：“你家公司我投的钱。”大一开学，周婷将我的行李箱踢开，摆上她的驴牌行李箱。 我当场和他争执了几句，他怀恨在心，从此就和我杠上了，还想带上其他三位室友一起孤立我。宋乔，我今天请大家吃海底捞，你吃过吗？我正在看书，惊讶地看着他，其他两位室友也捂着嘴。他农村出来的，哪有钱吃火锅？我懒得理他们，所以无所谓的回道：“我喜欢吃麻辣烫。”我的回答。 好像天大的笑话，他们笑了半天。十分钟后，周婷背着她的香家新包自拍，配文都说“富养女儿”。有人的爸爸真的要反思了呢。说我，我爸穷吗？好吧，要看跟谁比。但我爸顾家，闲暇时间都用来陪我读书、写字、郊游。我爸最厉害是他的字，苍劲有力，磅礴大气。我妈办了培训班。 他教古筝和竖琴，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才女。他们的这些能力，我虽然没有完美继承，但也都学了，所以我不太懂他说的“富养单只送物质”。宋乔，你脾气也太好了，要是我肯定直接留言对他。室友许露为我打抱不平，他确实有钱嘛，咱们比不上。走，麻辣烫我请客，我们去门口吃麻辣烫。 许璐也发了朋友圈，配文：“喜欢不分贵贱，人品却分。”一堆人嘻嘻哈哈打趣留言。本来以为我不接招周，周婷时间长了，他觉得无趣，就不会继续找我了。没想到学校的元旦晚会，我弹了古筝，还和许璐跳了双人古典舞后，周婷的疯病更严重了。这天早上，我发烧请假，在宿舍睡觉。 他中午回来，惊叫一声：“我的包怎么变了？谁换了我的包？”我被吵醒，本来不想管，但周婷却啪一下扯开我的帘子，将她的包砸在我脸上，质问道：“宋乔，是不是你拿你的假包换了我的真包？”我抄起那个包就丢他脸上，怒道：“你发什么疯？你的包丢了就去报警，如果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报警了。” 你换了我的包还打我，我要告诉辅导员。他当场就打电话给辅导员。二，他得意洋洋的表情，似乎是已经认定了我会受到惩罚。十分钟后，辅导员来了，他想简单了解一下情况。可周婷一张嘴根本停不下来。老师，他家里穷，就用假包换了我的新包，这算不算是盗窃？ 穷可以，还这么没人品，这种学生就不应该在我们学校读书，简直是败坏学校风气。室友肖林也跟着附和：“是啊，这种人就不该读书，该抓去警察局关起来。”跟我住在一个宿舍里，我真害怕哪天偷到我身上来了。辅导员皱着眉头看了一眼我，虽然是询问的眼神，但我从他眼中看出几分不屑。 可是我烧得太厉害了，说话声音很小，力气不够，也不能解释清楚。这这是我小姨给我的，被他们一闹，虽然身体还是不适，但脑子清醒了很多。我刚想起来，这包我的确有个一模一样的，但这包是我小姨给我的，也不是新包。她背了半年就丢给我了，我嫌小就没有用过，一直放在柜子里。 我撑着身子，从从柜子里拿出我的包，刚想说话，周婷尖锐的声音就响了起来：“对，这个包就是我的，这个是真的。”我扶着桌角，咳了两声：“你凭什么说这是你的？这包一直锁在我柜子里的，就是我的，好吧？”周婷指着我的包，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：“这里有个划痕，是我前几天擦到的，一条小小的划痕。” 我从前从未注意到，可现在却在我眼中无限放大。可惜，我真的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弄到的了。肖林上赶着跟辅导员作证：“是啊，是啊，我当时就在婷婷旁边，我给他作证，我亲眼看到的，包的五金磨了一条痕。”辅导员扭头看着我：“宋乔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”听他的语气。 好像我真的偷了周婷的包似的，我马上给我小姨打电话。我拨通了小姨的电话，电话里是漫长的嘟嘟声。过了一分钟，那边的人还是迟迟没有接通。我想了想，可能小姨现在在国外，时差颠倒了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周婷和肖林大笑起来，偷了东西就要承认。家里穷，你可以跟我们说点好话。 我们兴许一高兴，还能接近你不少呢。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就有六千，你家一年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吧？那你也不能偷东西呀、啊。我气得眼前阵阵发红。是我家是农村，难道农村出来的就应该受到歧视吗？往上数几代，谁家不是农村的呀？我小姨在干国，时差有问题。 你一个月六千的生活费就可以冤枉别人了吗？六千花在你身上，还真不如拿去我老家养猪，至少猪都比你像个人。周婷嗤笑着看着我，抄着手说道：“你怕是出现幻觉了？就你这家庭条件，别说是出国了，怕是出村都艰难吧？”肖林气得脸红：“你个撒谎精，你也要看看自己配不配？” 我瞪了他们一眼，谁在撒谎？很快不就会知道了吗？我气不过，拿着手机继续打，在一阵嘲笑和讽刺声中，小姨终于接通了我的电话。我连忙将这所有的事情悉数告诉了她。小姨，你给我的包有没有什么记号，或者当初的小票，你还留着吗？小姨沉默了一会儿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 最后，他声音带着笑意：“这种包，我一个月买十几个，怎么可能还留着小票？”我开着免提，小姨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，是那样清晰。周婷捧腹大笑：“我就说你怎么又偷东西又撒谎的，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、啊！”辅导员也皱紧了眉头，一副耐心不多的样子。那记号呢？小姨想都没想就说道。 哪会有什么记号？我就背了一天，就给你了。周婷挺胸看着我，左边嘴角往上一勾。小偷，你现在还想说什么？辅导员彻底沉了脸。宋乔，请你家长过来一趟，盗窃行为太恶劣了。肖林也像是带住了什么一样，激动无比。是啊，老师，这种人必须要请家长，还要全校通报。 让他爸站在讲台上分享一下经验，是怎么教出这种女儿的。这边的场景有些混乱，他们你一言我一句。我刚想挂断电话，忽然听见小姨在那边喊道：“啊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背包夹层里好像有一条项链。”我一边翻着背包，一边听他继续讲话：“是水晶天鹅的，我当时一起买了，顺手放进去的，应该还在那里面。” 几秒后，我果然在他们的视线中，从背包夹层里拿出一条袖珍的水晶项链。周婷瞪大了眼睛看着项链，几秒，满脸写着尴尬。气氛死一般的寂静。肖林低着头，没再说话。连辅导员也将不耐烦的眼神扫到周婷的脸上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周婷的脑子好像是恢复了运作，虽声音很大。 但依旧能听出语气里的逞强。这这条项链是我的，我我也有一条项链，而已，能说明什么？死鸭子嘴硬，我早就预料到了。他都能诬陷我的包是他的，一并将我小姨的项链也指认了，这不是很合理吗？我小姨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，然后补充道：“宋乔，你看看项链上是不是有 R H 这两个字母？” 那是我名字阮慧的缩写。我翻看着项链，最终将那两个字母展现在他们面前。这算是铁证如山了吧？周婷的表情愈发尴尬，我感觉她的脚趾头都要在地上抠出海景别墅了。周婷，你现在还想说什么？阮慧这个名字也是你的吗？我似笑非笑的看着他，他脸一阵红一阵白，低着头没再说话。 的确，他也无话可说了。辅导员抿唇看着他，严厉的眼神从他头顶扫过。周婷，你污蔑宋桥，应该给他道歉。周婷翻了个白眼，当然是在辅导员看不见的角度。对不起，声调忽高忽低，听起来有些阴阳怪气。这种没有一点真诚的道歉，等于没有。他挑眉看着我，我都道歉了。 你还想怎样啊？这只是一场误会罢了。你怎么这么小心眼？果然，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小气。我盯着他，是我小气，可是比有些没事找事、自找打脸的人强。切！周婷又朝我甩了个白眼，转身就走了。我看着辅导员在询问他：“周婷这样的态度，你是真的不打算处罚吗？” 他刚刚的行为已经伤害到了我的名誉和心理，老师，他甚至连个真诚的道歉都没有，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吗？辅导员扫了我一眼，那眼神似乎是在责备我不懂事。好了，你们都是同学，以后几年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好好相处便是了。就这样吧，我走了。真厉害呀，刚刚还没有实质性证据的时候。 辅导员就说要叫我的家长了，现在真相大白，赖不过了，只让他言不由衷的给我道个歉。我知道这都是因为周婷爸爸的原因，辅导员也不想得罪他那有钱爸爸。算了，反正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实质性的损失，我的生活还是很精彩的，除了上课，还有很多喜欢的事情会做。 这些事情很快就被我抛之脑后。那天上完课，我刚刚下楼，一个男生跑到我面前。他身材高大，长相挺好看的，有些清秀。不过在我眼中，看起来有些单调。不知道怎么说，大概就是戳不中我的欣赏点。但他很有礼貌，一直带着微笑。你好，宋桥，我叫陆羽，可以加一下你的微信吗？ 在我疑惑的眼神中，他笑着解释道：“元旦晚会的时候，你的节目实在太过惊艳。你是一位很有涵养和气质的女孩，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了解你。”他说话很委婉，但我大概也听出是什么意思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男朋友了。其实我没有男朋友，只是我单向暗恋罢了。季寒城是个很不错的男孩子，在我眼里。 他的五官根本不能挑剔，而他的一举一动都十分绅士。只是我虽然跟他同城，但是从来都没有联系过。我之所以这样拒绝陆羽，是不想给他希望，给人不切实际的希望，不就等于让人绝望吗？陆羽眼中闪过一瞬间的落寞，很快又调整了过来，笑容一丝未改。没关系，可以先做朋友。他已经掏出了手机。 打开了界面，我实在是推脱不过，只能加了。回到宿舍里，许露凑过来，神神秘秘的样子。刚刚你跟陆羽说什么呢？嗯，许露甩给我一个眼神，笑着说道：“还想瞒着我？我都看到了。陆羽这种校草级别的男神，是不是看上你了？”我没说话，他还在说个不停。看来陆羽人帅也不是草包啊。 他知道你比周婷好，喜欢你也不喜欢周婷。我眼神疑惑，这事情跟周婷有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吗？许璐看了看左右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前几天我看到周婷要加陆羽微信，陆羽拒绝了。他又丢给我一个鼓励的眼神，加油！陆羽这种男神可不能让周婷糟蹋了。”我刚想说，我对陆羽没有那方面的意思。 他盯着手机，一声尖叫。随着他把手机屏幕放在我眼前，我看到学校的论坛上有一张我和陆羽的照片。绿莹莹的大树下，陆羽的笑容是那样温柔，而我礼貌的笑容，从拍摄的角度看来，竟然带上几分娇羞。我惊了，这是谁偷拍的？让我更惊讶的是，底下那群不明真相网友的评论。哇，这不是男神陆羽吗？ 照片都这么帅呀、啊！他旁边那个女孩子是谁？长得也好漂亮啊，总觉得好有气质，跟其他女孩不同。这人都不认识吗？元旦晚会那天那个漂亮弹古筝小姐姐就是她。不过他们俩这是什么关系呀、啊？看起来好像不一般啊！其他人也跟着起哄，在下面评论什么“男才女貌”“才子佳人”之类的话。 我尝试着登录账号，解释了几句，可很快就石沉大海，再也没有了消息。最后我也就放弃了，温习了一些古筝的曲谱。我忽然感觉到头顶重重的，一抬头，对上周婷那双阴冷的眼睛：“宋乔，你长本事了呀，居然敢勾引陆羽？勾引？拜托，我跟他说过的话加起来都不到五句，好吧？” 我翻给他一个白眼，指不定是谁想勾引陆羽。我不想说这么难听的字眼的，但是是他不尊重我在先。他咬牙切齿道：“陆羽本来就是我的，你别想抢走。”我瞟了他一眼，抖抖肩：“陆羽是人，又不是什么物体，你喜欢就去追好了，他跟我又没关系，你跟我打报告干什么？”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话是哪里刺痛了他，他双眼发红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我们走着瞧。望着他怒冲冲的背影，我只觉得幼稚。自己喜欢的，就以为别人一定会喜欢吗？第二天周六，我和许露刚刚下楼，就看到陆羽站在那里。看到我的一瞬间，他嘴角的笑容准时上班。早上好，宋桥，我们一起吃早饭可以吗？ 不用，许露疯狂在旁边给我递眼神，大概是想说什么“男神叫草别放过”的话，但我还是没留余地。陆羽的眼中闪过一丝失望。宋乔，我想追求你，请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可以吗？我会好好把握的。我刚想说话，忽然感觉有谁从背后推了我一把。周婷什么时候窜出来的？我不知道。嗨，陆羽，你要吃早饭吗？ 我知道学校周围有一家粤菜馆的早茶很不错，要一起吗？陆羽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是想说什么，但是周婷根本没给他开口的机会，直接挡在我面前。陆羽，你信我，就尝一次，你会爱上那里的早茶的。我看到陆羽硬着头皮看向他，可是我不太喜欢早茶。两个人挡在前头。 我从旁边绕了过去，那我先走了。接下来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我和许露去吃了早饭，她在旁边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。乔乔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很明显啊，陆雨娜就是喜欢你，不喜欢周婷。你没看到周婷最后那个得意的眼神？真是要气死我了。我不是很在意，可我的确不喜欢陆雨啊。 许璐用一种看怪胎的眼神看着我，什么也没再说。上午的时候，我们去了图书馆，我正看着书，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：“宋乔。好巧！”抬头一看，竟然又是陆羽。我笑了一笑，低头又看自己的书。陆羽问我：“午饭可以一起吃吗？”我还没回答，许璐倒是抢在我前头开口了：“当然可以。” 许露答应了，虽然我没答应，但陆羽还是十分激动的样子。他的手停顿在半空中，然后迅速收了回去，脸上的笑容快乐程度翻了几倍。那太好了！许露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：“瞧瞧，你没问题的吧？”我知道他什么心思，他想气周婷。虽然问了我，但是接下来两个人也没给我反对的机会，直接定了地点和时间。 中午，我被许露拖着跟陆羽吃饭。期间，我们说话不多。等吃完饭，我付了自己那一份便走了。我没想到的是，一回去我就发现自己的朋友圈炸开了锅。陆羽发了一张我的侧颜照，后面是一张银月的照片，文案是“清冷如月，银灰丝丝照进我心里”，这意思太明显了。 底下好多同学的评论我都能看见，不错呀，陆宇，眼光太绝了。这女孩我早就喜欢了，没想到你先下手了。大帅哥配大美女，太养眼了。求你们不要分开。好多同学也给我发消息，大多都是询问我和他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怎么开始的，或者是一些祝福的话。我一一回应，解释下。 我和陆羽并没有开始，可是他们根本不信。沉浸在想象的海洋里，只有周婷的信息让我不知道怎么回。三天，简单的两个字，让我看不透他的意图。莫名其妙的，当自己是什么港片大佬吗？一直到三天过后，我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。我的微信有条新的好友验证，对方头像是一朵粉红色全盛开的牡丹花。 通过后，对方自我介绍说是陆羽的妈妈。奇怪，他妈妈加我干什么？阿姨好这三个字我还没发过去，她的下一条消息就过来了，是一条语音消息。听得出，这位阿姨十分生气，还带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。你是宋乔是吧？我知道你和我儿子的事情了，好多话原本不该我来跟你说的，可我那儿子单纯。 没见过什么好女孩，很容易呢就被人给骗了。谁？我是那个骗他的坏女孩吗？她妈妈继续发语音：“你的家境情况我也算清楚，你知道的。谈恋爱不是儿戏，是在寻找以后相伴一生的那个人的婚姻啊。最讲究的就是门当户对。我们家情况虽然不差，但也不是做慈善的。你知道阿姨的意思吧？” 信息量太大，我有些懵逼。哦，这阿姨的意思是我跟他儿子谈恋爱会拖累他儿子。等等，我什么时候跟他儿子谈恋爱了？我还在反应的时间，他妈妈可能觉得我在伤心难过，还很好心的安慰我：“你也别太难过了。我知道我们陆宇优秀，可是这样优秀的男孩子就是要配周婷那样优秀的女孩子的。” 你这样的条件，得找个跟你差不多条件的男孩子。反正我在一天，我就绝对不会让我的儿子跟你谈恋爱的。我不想再听他莫名其妙的护宝宣言。阿姨，您在说教之前，最好先搞清楚事情真相。我和你儿子什么关系也没有，而且我并不喜欢你的宝贝儿子，所以这些话你最好还是和陆宇去说。 干净利落地删掉他的微信，感觉世界都清净了。不对，还没清静，我将陆羽也一起删掉。原本之前加他微信那都是无奈之举，只希望他在列表安安静静躺尸。虽然他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大部分都是周婷和他妈妈的原因。可是现在已经给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不便和麻烦。在我删掉陆羽的第二周，许璐从外头回来。 闷闷不乐的样子，他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，最终叹了声气：“怎么了？”他十分惋惜的样子：“你怎么就把陆羽给删掉了呀？你知道吗？他已经和周婷确定了关系。”我一张问号脸。所以呢，这不是他的自由吗？他惋惜什么？他摇摇头：“便宜周婷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周婷就从门口走进来了。 刚才的话，他估计是听见了。可是他破天荒没有生气、辱骂，反倒是得意洋洋地看着我们。他的眼神扫向我，还带着几分挑衅。我说过，你抢不走陆羽的。我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，却什么也不想说。我根本就没打算跟他抢。不过奇了怪了，一开始看见陆羽对他的态度，不该是喜欢才对。周婷好像是听见了我的心声。 仰着头，满脸骄傲的样子。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？我爸给陆羽妈妈调了工作，薪资比之前高了不少。现在可不仅是陆羽了，他们全家都得感谢我。原来如此，我笑眯眯看着他，那可恭喜你了。他眼睛朝下四十五度劈着我，嘴角一勾。我说过了，宋桥，你这种穷人是斗不过我的。我望着他。 是啊，我一定是疯了，要因为男人斗来斗去，我丢给他一个笑容，是吧？这年代了，不会还有人会幼稚到抢男人吧？周婷可能也不知道，她好像才是那个胜利方。为什么我这个挫败者没有一点颓废落败的样子？相反，他倒是气得直翻白眼。过后的时间。 我倒是还经常看见陆羽，不过他跟之前大不相同，他不再笑了，甚至都不敢抬头看我一眼。再到后面，我看到他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。当这个人从我的生活中淡化出去，我才发现，我真的一点儿也不在意他。我每天上课、练琴，闲暇的时间，我就会翻翻手机朋友圈，看看季寒城的朋友圈。 他发朋友圈的频率不高不低，几天一次，大部分都是一些健身运动后的照片，穿着背心和运动裤，完美的身材一览无遗。我看得正起劲，许露在后头悠悠一句：“我就说你怎么看不上陆羽，早说你喜欢这样的大帅哥，我也不撮合了。”我笑了笑，收起手机，倒也不是他比陆羽帅，我只是喜欢他这种类型的。 许露盯着我看了许久，喃喃几声：“奇怪，他怎么老是发这种照片，像是勾引人的？”对了，为什么他所有朋友圈都只有你一个人点赞？我愣愣看着他，完全不明白他想要表达什么。最后，许露眼睛蓦然瞪大，指着屏幕，手指颤抖：“他……他会不会发了朋友圈，仅你一人可见？”怎么可能？ 我想都没想就否认了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喜欢他。虽然我们是高中同学，但几乎没说过话，在他的印象中，兴许已经没有了我这个人。许露甩给我一个鄙视的眼神：“你就是怂，这都不敢问。”我也甩给他一个白眼：“这板上钉钉的事实，有什么好问的？他跟我都没什么交集，怎么会发紧我可见的朋友圈呢？怎么会喜欢我呢？” 说起来也奇怪，那我是怎么喜欢他的呢？转眼过年回家的时间，爸妈休假，带着我出去旅游了一圈。在家里懒散了一个月后，竟然还有些不太适应学校的生活。幸好开学几天也不太忙，加上上学期的奖学金快要下来了，身体和心情都还算愉悦。我们学校奖学金按学期发放，数额很少，但却是是鼓励。 许璐从外走进来，满脸羡慕的眼神。宋乔，不用想，这次奖学金一定是你了。毕竟你回回考试都是第一。这句话我这段时间也听过不少次了。其实奖学金只有两千块钱，但这是我的荣誉，我爸妈会很高兴的。但是当结果真正出来的时候，几乎所有人都大跌眼镜。怎么可能？ 奖学金居然给了周婷，助学金怎么给张辉呀、啊？奖学金给了周婷，我大概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董事长的女儿，谁也不想博呆不是？可是贫困生助学金为什么要给张辉？他家庭条件是不太好，可至少父母健在，温饱不是问题。而郑建国是大家公认的家庭困难，父母双亡，养他长大的奶奶也重病在床。 许璐替我鸣不平，还说让我跟着他们去问辅导员。我去了，不过结果也很抽象。他们问老师：“奖学金难道不是按照考试成绩发的吗？”辅导员扶了扶眼镜，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：“当然不是，要看个方面。”我皱着眉头看着他，眼神没有丝毫的屈服。看哪方面？周婷没有一方面合格的。 甚至他上学期还一直旷课，考试挂了一科。倒不是我斤斤计较，这两千块钱我可以不要，但是郑建国不行。辅导员摆摆手，打断了我的说话：“这是学校的决定，又不是我决定的。你要是不服气，可以找校领导。找就找。”我仰起头，表情冷淡：“既然有规章，就要按章办事。” 不过，校领导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见到的，他们很忙，忙到一天中大半时间都不在办公室。我去，只能找系学生会说明情况后，他们的人相视一眼，也不知道达成了什么样的约定。很快，学生会的几个人开始和我打官腔，说什么这种事情考核严格，周婷也许有其他过人之处，校领导决定的事情，那肯定有他的意义。 总之，让他们讲明周婷过人之处在哪里，领导的什么意义，又都说不出话来了。但我去了这一趟，也不算是毫无收获。我至少知道了他们的态度偏向周婷，而且我也收获了辅导员的警告。在知道我四处奔走之后，他黑着脸叫我到了办公室。宋乔，你这样质疑老师、质疑学校，是一个安分的学生吗？ 再这样，我可就要给你记过了。大学的记过跟初中不同，不再是小打小闹，很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前程。可我并不在意，记过就记过。我仰着头跟他对视，我就想要一个明白的结果。我不在意的事情，我管不着；我在意的事情，哪怕付出再多的时间和精力，我也一定要完成。回到宿舍，我发了朋友圈。我相信。 正义虽迟却会到。我闷闷关掉了手机，打算晚一点再去领导办公室。忽然，我的手机消息响了，打开一看，激动了半天，是纪寒城发过来的消息。怎么了？他应该是在指我的那条朋友圈。我将最近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。他先是安慰我，让我别着急。其实你可以打校长热线。 但要收集证据，以及全班同学的联名证明。看着他的文字，我眼睛一亮。是啊，我怎么没想过这条路呢？谢谢。他没再回复我。过了差不多十分钟，我才等到他后面一条消息：如果有什么需要，我可以过来帮你。我的心口甜滋滋的。虽然我知道这只是因为他的绅士风度。不用了，你每天也很忙。 我们两所学校离得太远了，好吧。过后的时间，我真的就像他所说的那样，收集证据，然后请全班同学联合签名证明。不同的是，我过后经常收到季韩城的消息，他会问我事情进展的怎样了，我也会一一回应。我打了校长热线，将事情和证据全部送去了办公室，因为闹得比较大，校长也很快开始调查。 最后结果出来了，改成了奖学金给周婷，助学金给郑建国，只是换掉了张辉。我在教室里，郑建国迈着小步伐，喜悦的脸上挂着感激的眼神，声音有些颤抖：“谢谢你，宋乔。我奶奶这个月的医药费有了。”我说：“不用谢，我知道的，她很需要。”我也不知道周婷是哪根筋突然不对。 他站在我面前，脸色阴沉，突然拉住了旁边路过的张辉：“你放心，你别怕，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。”我真的忍不住想笑出来。看来周婷还真是港片看多了，想当大佬，一笔助学金，硬是被他说的好像是杀父之仇一样。张辉一脸莫名其妙的看着周婷，皱起眉头。我知道宋乔为什么要较真这事。 我不怪他，而且人家郑建国本来就比我需要这笔钱。周婷被噎住了，张辉甩开他的手，耸耸肩：“倒是你，你一个学渣，拿着这笔钱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”周婷面红耳赤，眼里是愤怒的小火花。所有人都盯着这一幕，十秒后，整个教室爆发了雷鸣般的笑声：“哈哈哈,哈！张辉真勇啊！” 这话我早就想说了。是啊，好意思拿这钱鸠占鹊巢？不是优秀生拿了钱也不是。要不是因为他爸是董事长，我看上学期就该给他开除了。周婷脸色越来越难看，跑出去的时候还重重摔了门。里头的人还在嘲讽他，但他已经听不见了。我也算是了解了。 以周婷这种狗皮膏药的性格，是绝对不会让事情就这么结束的。没想到她的手段却一如既往的幼稚肤浅。她前几次在我手上没落的好，这一次居然还敢故技重施，冤枉我偷东西。比之不同的是，这次计划似乎要周全很多。所以，当我在宿舍看到辅导员的时候，再看一眼他旁边暴毙冷笑的周婷。 我心里燃起不祥的预感。宋乔，周婷说：“她的项链不见了，不见了就不见了呗。”辅导员拿这种眼神看我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又是我偷的是吧？周婷在旁边急切地说道：“我那条项链价值一百万呢，老师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一定要找到啊！”辅导员深看我一眼，报警。 我也没阻止他们，毕竟我又没偷。可是当警察在我的柜子里的首饰盒底层找到了那条项链时，我有一瞬间的诧异。真是好样的，我都不知道我的首饰盒有夹层，陷害是吧？警察看着我，眯着眼睛：“麻烦你配合我们工作，跟我们去一趟警察局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知道目前所有的信息都对我不利，我不说废话。 只说自己没拿，然后给我爸打电话。打电话的时候，周婷的嘴一直没有停下来。警察同志，我们这也算是人赃并获了吧？一百万够判几年？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不再像是之前那样能让我找到证据翻身。当爸爸的声音响起在电话的那一侧，听着他宠爱的语气，我鼻子一酸。瞧瞧你最近怎么样？ 我来你学校附近考察了，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。怎么样？你有没有空？我听说我家女儿在学校过得不太开心啊。小程说你为了奖学金的事情还跟学校大闹一场呢。爸爸的话很多，可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。我带着哭腔：“爸，你过来吧，我现在要去警察局了。”我说：“我爸要过来，警察同意多等一会儿。” 半小时后来的不只是我爸一个人，还有季寒城。来时估计我爸已经了解过情况了，所以他现在的表情很不好看。他很清楚自己女儿不是那样的人，毕竟我家最不缺的就是钱了。而季寒城满脸的担忧，也在看到我的那瞬间松了口气。爸爸在商场这么多年。 很熟悉跟警察的沟通方式，他在听完陈述后，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：项链怎么会在我女儿的柜子里呢？我女儿自己有首饰，为什么还偷别人的？原本周婷看到我爸的第一眼，眼中有一瞬间的震惊，估计她也能从我爸不凡的气场中看出他不是普通人。可是，在我爸问话后，她还是忍不住开口。 叔叔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那条项链那么贵，一百万啊，谁不想偷？我爸凌厉的眼神从他脸上划过，后者打了个大大的寒战。是，的确有我闺女偷窃的可能性，但是据我所知，她和周婷的关系本就不好，鉴于两人矛盾，也不能排除对方嫁祸的可能性。他扫了周婷一眼，还有小姑娘。 你的思想狠，有问题。你不知他人心思，怎能随意揣摩？你说谁不想偷你项链？岂不是诬赖了所有人？周婷红着脸，发现自己这点路数，在我爸面前还不够看的。为了防止再次丢脸，周婷也没再乱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我盗窃，说他没有嫁祸，扯了半天，各持己见，加上没有证据。 涉及物品还价值昂贵，警察同意了。我爸站起来，那还是都带去警局审问吧。他的眼神又瞥到了周婷身上。警局的审问都是专业的，到时候谁真谁假，很快就见分晓。爸爸在这里，我一颗心也安定了。加上我本就没有盗窃，所以就同意了。而周婷的眼神一直在打转，看看左，看看右，找不到落点。我。 我就不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带我去？我又没有偷东西。他心虚的样子太明显了，连警察都要看出不对劲了。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，他声音大了许多。这条项链我爸给我买的，一百万。你女儿犯了这么大的错，你难道不该多教育她？凭什么要让我去警局？我爸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 这眼神我太熟悉了。我爸在家看《动物世界》的时候，就是这个眼神。可能是被我爸盯得发毛。周婷使出了杀手锏。我爸是融创董事长，叔叔您在哪个工地上班？是啊，她是融创董事长的女儿。只要亮出这个身份，所有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。我想，在他过去的二十年，无一例外吧。可这一次，就是例外。 我爸喝了口茶，淡淡的回他：“融创啊，我记得融创去年才拿了我们 A 轮融资吧？”我看到周婷同仁的光在火速涣散，不可思议的脸颊瞬间僵硬了一般，错愕的张开嘴巴，几滴汗还流了下来。此时，一直看热闹的同学们也傻了眼：“天哪，宋桥他爸居然是风投公司老总，怎么一直没说过呀？” 这不是天克周婷他爸吗？这就是教养问题了。人家根本没觉得有钱有多骄傲，反而一直这么低调。倒是周婷巴不得把“董事长爸”这四个字刻在脸上，怪不得周婷一直一种小家子风度。倒是宋乔，那才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嘛。听着这些话，周婷气得脸红，不过好歹像个活人了。 我爸没给他松口气的机会。你爸是融创周正阳，周婷不是听不懂我爸的话，急得快哭了出来。他声音沙哑，不住的鞠躬道歉，就差跪在地上了。项链，项链是假的。我，我不报警了。我跟我爸有一个相同点，那就是在意的事情必须较真。不行，你不报警，我们也要报。黑是黑，白是白。 我家闺女的名声，我不能不在乎。还有我的工作，就是查这些拿了投资的公司，最后都把钱花哪里去了。去了警局，周婷眼睛已经哭红了。我没想过，她那么能作妖的一个人，心理素质却这样差。就去了审讯室，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就被放了出来。她一边嚎啕大哭，一边尖叫着说道：“项链是我放在宋乔柜子里的。” 是我，这件事情可算是真相大白了。不过还有一件更大的事情，在来警察局的路上，我爸已经跟总公司打了电话。融创老板这么有钱，还需要融资？给女儿随手买根项链就是上百万，还是轻松带学校去无所谓的？那看来是不需要风投的。而且经过专家检验，这可不是什么赝品，而是上月拍卖会上。 高价拍出去的藏品，所以价值百万都有点低估了。专家一走，旁边的周婷眯着眼睛，喘着气，一副下口气不知道能不能钓上来的模样。我爸还是很人道主义的，至少让周婷身体情况好些了，才给他爸打电话。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啊，我怎么知道他是风投的呀？早知道我肯定不会的呀。 爸，你别骂我了，我也很害怕呀。那边闹哄哄的，我也不知道周婷她爸到底还有没有骂她。反正过了一会儿，我爸接到了电话，那边的声音有些沧桑。老宋，融创那边我们也考察这么久了，这件事情就算了吧。孩子的问题别扯到工作上。我爸没说话，那边的人叹了声气：“哎，你这脾气，我就知道。” 我打电话也没用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一周后，周婷爸爸的公司资金链断裂了，风投撤回投资，而他们早就拿钱去做别的了。资金链断裂，债主上门，周婷爸爸宣布破产，四处躲藏。从那天过后，周婷就有了个“带刀小棉袄”的称呼。在我最后一次见到“带刀小棉袄”时，他正在办理退学手续。 他在那头看着我，眼里满是不甘。宋桥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可此刻的他就是被拔去了爪子的黄鼠狼，在凶恶的表情也掩不住浑身的颓然。我对他一笑：“是吗？可现在看来，你再也没有能伤害到我的资格。”对了，你把公司破产了，你大学没读完。 可以考虑去我老家养养猪，在那里，乡亲们可不会像你一样歧视穷人。他说不过，哭着走了。站在我旁边的季寒城也看到对面的他，愣了几秒，脸色微微泛着寒气。其实，宋桥，你做得很好，千万别内疚。周婷这种人和他的父亲都不应该被纵容。我扭头对他一笑，我当然没有内疚。 我为什么要内疚？我害谁了吗？我没有。周婷构陷、诬赖、挂科、逃学、退学而已，这是她应得的后果。至于她的父亲，所有的一切不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吗？季寒城看着我的眼睛，在确定我没有奇怪的情愫后，松了口气。你今天想吃什么？随便吧，就在食堂吃点就行。食堂里，他替我打饭，刚刚坐下。 我就感觉到一道视线从隐秘的角落环绕在我旁边，我抬起头，那道视线又消失不见。最后，我终于找到了偷瞄我的陆羽，他正吃饭，旁边来了一个中年妇女。那女人说了一句：“回家吧。”我听出来了，是她妈妈的声音。她没回答。女人顺着她的视线看了过来，见是我，女人慌忙低下了头，一副后悔又害怕的样子。 赶紧拉着他走了。真奇怪，他妈怕我干什么？突然，我才想起来许露跟我说过的八卦：陆宇妈妈也因为牵涉了周爸的事，也丢了工作。我继续吃饭，冷不丁旁边传来一声：“这就是追你的男生。”我愣着，扭头看见韩城，他也盯着我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太诧异了，他跟我不在一个学校啊，偶然知道了。他忽然笑了。 调侃着说道：“不过知道你的事情太难了，你几乎都不发朋友圈，那就更奇怪了。那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发朋友圈，我没有这个习惯。”我看着他笑了笑。不过你倒是很让我惊讶，你的个性不像是会那么频繁发朋友圈的人。他没出声，给我夹菜。我没追问。我的朋友圈仅你可见而已。我看着他漆黑的眼眸中。 我的倒影无限放大，我的心抑制不住的加速跳动，还真让许璐猜到了。也许生活中的小渣子清除后，我也可以开始一段甜蜜恋爱了。